对吗？好死人哦！我才好啊，补偿你。这个代志我无甲遐其他讲，因为我惊你伤过操烦，你有牵挂。我相信我咧做是对的，你嘛认同对无？咱人生的路，虽然还袂行完，我相信咱遐囡仔，伊会替咱去行，替咱去完成。啊，阿哥有，咱无法度为咱只囡仔去铺一条路，啊，不过，伊老尾啊，这条路会当叫咱较轻松嘞，哈。是安尼决定的，公后生，尽人事家也当听天命。一定，一定，我拜托你叫人来急救，叫医生来急救啊！紧的啊！文林爸爸已经同意放弃急救啊。还是伊？我不同意，我嘛不同意，赶紧叫人！紧的，拜托。爸。大猪大意，妈，请问这过囡仔遐尔辛苦，叫咱爸放弃，我哪会当放弃伊？你我妈这个代志，真正就怪我的。这条刚跟我爸讲过，你跟我妈还嫌弃无？不是安尼，亚春，你做做回来安尼哦。我甲你妈妈做一个决定，是希望我让你有受大的负担。你当作我安怎？我咧签迄同意书的时阵，我心内有偌艰苦，你敢知影？啊！你来当安尼讲我，你安尼做，第一时间妈亲就算个几万块，你还我哪里开？亚春，亚春，你把你的亚春，你放弃我，你走，你把我送给你家里的家，你哪里的妈？妈，亚春，亚春，你妈，亚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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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妈，你妈，亚春，亚春，亚春。妈，丽华。我想你，妈，妈，妈，你清醒吗？我俩怎么知道啊？我俩怎么知道？我都不知道跟你讲话啊！